嗨嗨，我是嘉许，今天是来到了水手队的春训基地，来这边看他们早上的练球，还有要一些签名。水手这边应该是非常好要签名的。我们刚刚车子一停好，一走进这个训练基地，这边马上就开签了。这要走到人也不多，然后球员都会从这边经过，所以很容易要到签名。不过比较难的一点是，好像这个是有穿球衣啊，这个就知道是谁。那有很多人是穿练习衣，练习衣没有背号，没有名字，跟道奇那边一样，所以要认就真的不太容易了。可能就要听球迷他们在喊的名字，然后再赶快开水手队的 roster 出来看哦，不然真的不太容易找。这个球场其实我前两天就有来过，来这边看教室的比赛，不过那天因为时间比较赶，就来不及拍。今天下午还要在这边看水手的比赛，可以顺便来拍一下这个球场。那早上就先在这边看他们练球，然后看看可以要到谁的签名。我觉得这个春训基地的范围算是非常辽阔的，它中间这边也是算是一个十字形啊，十字形，然后周边这样几个球场，可是它这个十字形的走道非常的宽广，它不是小小一条而已，它是左右有这么大的范围可以走，而且球员好像也都会在附近直接走来走去。就是水手春训基地的厕所算不错的，它是直接真的一个厕所盖在这里，不像道奇那边是放几个流动厕所，响尾蛇也是放流动厕所，这边是整个直接放在这里给你用，而且这边不用买票就可以直接进来上，蛮棒的，还蛮干净的哦，不错不错。一堆球员就直接从那边走过去，他们有一些也许是小联盟球员啊，不一定都是大联盟球员，所以有些走过去完全没有球迷跟他们要签名哦，但是有一些就有球迷开始要了，快过去看看。有人要的话，就是应该是比较远。走过去完全没有人喊，也有点尴尬。这个好壮哦。后面也没签了，可以投资一些潜力股。可是我不知道谁是潜力股啊，就你起码穿个背号让我认一下是谁啊。天使那边就有，就是大家都穿背号的，然后会有一张清单，他就放一叠 A4 的纸在那边，让大家自己拿。而且他那个还照号码牌，有照守卫，有照号码，有照字母的三种排法，这样很不错哎。然后有一些球员因为西语的名字，他还在那边写那个名字要怎么发音，你还知道怎么喊他。而且你真的要叫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叫错，不会叫错，不会尴尬。哎、欸，是卢卡斯利翁啊！哦，路易斯，路易斯，哦，哇，他说他还要去训练，对啊，对啊，搞不好等一下就会回来。哇、哦，好棒哦！看到这么大咖的，哦，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，好多人在跑。你在这边等。哎、欸、耶！对对对，啊？去了在那边的、欸，去了在那边哦。我想要看一下。我刚看到Castillo，他头发那个。对啊 ，Luis Castillo 走过去，可是他说他还要。我刚刚跟一个队员击拳。可是，啊，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他们那边外野接飞球啊，一休在打球给他们接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过去看。这个正在打吧，正在打，这个是一休。对啊，在打是一休，然后那边外野手在那边接飞球。哇，怎么办？好多东西可以看哦，要去哪一边？我先看看这边谁在签，还有粉丝在签名，超多人。他今天没有先发，所以比较亮。有可能，没先发的有时候练完就一直签。Thank you。耶，太 friends 的，哈哈。开心，玩、yeah, 的超多，好多、哦，还不够，你要签满。对，来，来看你需要，你需要可能比较难签到，你需要签应该大家都开始疯了。哎、欸，现在这边好多人哦。在那边哦。哦哦哦，洛克给我就这样跑过去哦。太扯了，都擦肩而过，原来身价不知道多少钱的都在我身边走来走去。哦，他现在浪月应该会很大哦。对啊。他就这样从旁边跑过去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感觉有问题。Julio，哦，Julio，没有签。哈哈哈，哇！可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如果有旗长倒也很赞了。对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退而求其次，不要目标不要放在签名，放在旗长？哇！
无聊就要从旁边跑过去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工作，我要工作。对，所以只要看到有人在跑，就跟着跑，先不管是谁，跑过去再看。哇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我们才来没几分钟，全部就几个大咖都看完了。对 ，Castillo、Hogan。你要是认出人才跑，你就来不及。对，来不及，有人在跑就跟着跑。哇，林一朗在前面，好近哦。太赞了吧！好大，林木一朗哦，应该是很难要他的签名，但是应该都会早上在这边训练。哇，好棒哦！刚刚突然听到一堆人在喊，很忙哎。哦，这边太要挑一边，挑一边，那边是林木一朗，不要少，不要。我跟林木一朗这边，林木一朗可能之后都看不到。对。啊，可是这边没有签名的地方啊。哦，我过去了，林木一朗。他是运动员，我们不是，很累。他跑太快了。好，他来这边练习。他们早上在这边汇合。哦，啊 ，Castillo 在这里，春训球迷运动量也很大，一直跑。这里太多东西可以要，太多东西可以拍了。我觉得水手队算是这里跟这种大咖球星最离我们最近的，出现的最密集的。没错，他们好，水手很没有管。对啊，这样球员在旁边跑，谁啊 ？Hi friends。哇，谢谢。他怎么那一次要签好多？签好多。我站在第三排了，也签了。应该都签完了。这两个人签名也行。哦，好好玩。好赞。什么大咖都看到了、欸，才来一下下，全部都看到了。Camera 刚也在那边。你刚刚拍到一圈的照片吗？有啊，很多。哇，超棒的，也很近啊。他转头。只有侧脸。转头那一瞬间没拍。好棒哦。跑累了，我们也在春训。这也太窄了。对啊。我刚才遇到一个球员跟我说谢过。对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对，我们都挡到他们了。这里真的是完全没有在管制的。连进场都没有看包包。哎，对他完全没有人哎，不知道自己走进来。之前有一些是会也没有认真在检查，但是会做个形式，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对，就是一直啊看一下让你过。我们的球员福哎球迷福利啊，一定是水手迷很优质，大家都很自律，一定是这样子。集选也不错哎，好棒。集选刚是跟你刚跟这一集，说不定你刚集一集加起来可能一千万哦，一千万美金的量了。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因为没有旁边没有人叫他们的名字。哦，你去都跑去哪里啊？哦，看到。左边延伸过去，啊，他要上去接球了，没一样。电话他根本就是来打球大飞啊！刚负责打，现在上来接飞球。Austin Gilbert， Thank you， Can we take a selfie？ Thank you so much。好棒哦！又签名，又合到，又还有合照哎。秀一下你的签名吗？在哪一边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哇，超棒的！哦，运气很好哎，在还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就过来了。对，有提早先看到了。太棒了，多亏你，马上认出是 Logan Gilbert， 马上被围起来了。对啊，现在就难了。超级亲民的。对啊，超亲民的哎。水手这边太棒了吧？水手球迷人很多哎。我也好意外哦。啊，好多哦！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没那么多，现在这边满满都是人哎。我觉得人数没有比道奇少多少哎。哦，对啊，这一区是14岁以下才可以进来。我觉得这个规划蛮好的，小朋友都在这边，那这边就有小朋友会优先签到。五六，他出来，大家都疯了，应该是签不完，太多人了。哇，大概有签个十来个吧。有。对啊，我觉得也不少了，算签了很多了。Yeah, I think my son-in-law is a shortstop. Oh, really? Nice. Oh, thank you. He's so cool. I walked over and I just started four time gold glove. 我们见到这个这么大咖的。Two time silver slugger. 哇哦 ，Aaron Boone， 他是打那次拳击打的那个吗？还是他是那个 Aaron Boone？ 那是他 brother。那他 brother 然后是打拳击打是 Aaron Boone。三雷神。哦 ，Yankees 是 Aaron Boone。这个球场真的最好要，而且大咖的很多。他六个，是谁？我等一下慢慢研究。先大概知道三个。对，我们哪三个 ？Thai friends。Thai friends。Logan Gilbert。Oh, I don't have Logan Gilbert。他们都已经是就是先发等级了。